验完之后觉得很爽，一字经到九字经，脑杯卡什么，这个可以播吗？可能他们会笑。Hello， 各位娱乐百分百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孙淑妹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庄凯勋。如果心里真的想要，梦就会变成真的。就是你对吧？就是你乖囡仔去九十九楼，啊，九十九楼是啥哈？你咧讲的迄个所在，是每一个囡仔的愿望。我在戏里面演的是点妈，恰北北的点妈。我是天桥上魔术师的魔术师。我觉得我们合作起来蛮顺畅的，因为凯勋超专业的，他的表演就是你会一直想要被他迷住嘛，一直想要看他表演这样。啊，谦虚了，因为我跟淑妹那场很激烈的戏，他是有吓到我的，因为我印象中就觉得，哎，是一个唱将，是一个天后级的歌手，然后结果一对戏的时候，我那一场我跟雅哲都被吓。他那个戏没有太大的肢体动作，但是他透露出来的那个气场跟后来有其实是有震撼到我。那一场戏拍完的时候，我真的觉得好险他先当歌手，不然应该会杀掉很多的影后。没有，而且这是他风格形象特别不一样，是一个恰北北。他在喜欢面会上面会被觉得比较困难的地方吗？我觉得很有趣，很好玩，然后演完之后觉得很爽，觉得很爽。因为以前都是演悲苦的，然后被欺负的，然后这一次是完全打小孩，然后释放压力，然后整个气场完全不一样，而且要骂脏话，我觉得超舒压的。骂脏话这部分有特别练习过吗？要特别练习，因为我一开始要骂的时候，我没有办法很顺的把那个一字经到九字经就是骂得很顺，然后到练习之后呢，我觉得我完全可以驾驭，到现在也可以。大家要就九字经，脑杯，这个可以播吗？可能他们会笑。所以在造型上其实转变也非常大，而且烫了一个爆炸头。对，其实我们的造型都很特别。那个头让你很不适应吗？这头很爆哎。就我人生当中可能是唯一一次烫爆炸头，我那个时候就是演艺圈发生很多不好的事嘛，我就跟我经纪人讲说，万不一我如果突然怎么了，一定要把我的头发烫回来，我不想要那样离开。小故事是定妆的时候，我们就坐这样，相对位置就是这样。然后我一坐下来，我看到他的第一个反应，然后我就想说，哎，这个人是谁？对，那因为淑妹已经在角色状态里，他就操着一口台语腔就。立刻，他就是讲两个立刻这样，然后我说，哎，这个声线跟这个样子好眼熟哦。然后后来他离开之后，我才问那个造型师，他们说，刚那个妹妹是谁？为什么那个头她怎么了吗？为什么要定那个头这样？他们说，哎，刚那个是淑妹。我说，哇，天哪，怎么会变这样？导演下一大加分呢，我好爱他那个头。大家，大家好像都很爱，就我不爱。很让看到自己的阿姨妈妈的感觉。那凯勋在这次其实你的挑战也蛮大，就是除了淑妹的爆炸头之外，自己连发型上跟整个颓废感都有出来。对，还有跟小朋友一些对戏，他们有吓到吗？他们很怕。他们很怕，因为他们应该很怕他吧？对，因为他那个造型就是有一点很恐怖啦。其实坦白讲，第一次我记得我第一次跟小不点碰面，在排戏，在排练场，然后结果那天排完结束之后，我先走了。但他哭了，你知道吗？他哭了，他跟导演说：“好可怕，我不要演。”他被我吓哭了。是凶他吗？没有，我完全就是没有凶啊。但因为我就是长得比较严肃，然后再加上我们到时候戏里面的那个整个造型跟那样，那真的太恐怖了。坦白讲。那如果假如有一个魔法，那你会想要什么？我想要可以回到过去的能力，回到小时候，可能30年前吧，我买10张台积电。原来是啊，预期未来。或者是我要回到我小时候，OK， 我可以看到我阿公，阿公不在了。我觉得很妙的是。这一题我有问过周围的朋友，就是我自己在演魔术师的时候，我有问周围亲朋好友说，如果你们会一样呢，大家都是说让时间倒转，很妙。那这个刚好跟我们的戏也是有扣在一起，就是在讲时间跟失去这件事情。相较如果我自己挑一个能力，我也是会挑可以
操控时间这件事情。嗯，对。女士优先。那我就这个吧。请报对方一个超劲爆的回答。我有一个我知道他的秘密。他交情算不错。天桥上魔术师里面，他演魔术师的头发是假发。观众想知道这个吗？对，很想知道，很想知道。对啊。换我吗？换我搓吗？来搓个魔好了。身为一个魔术师，就搓个魔。为什么？软软的。Oh my god！ 我要踢毽子吧，这个我不行，这个我要踢毽子吧，不吸毽子。对，开始无效。这样算不算？好。我真的很不会。四下，我不行，这个我要。那你可以啊。对啊。对，你比较厉害，对，你比较厉害。有啦有啦，对，这样我不用被惩罚了哈。可以。突然好像被惩罚，到底是什么？好了，换你。那我挑一个。这个中间，模仿对方在戏中的角色。你的头发放下去。你真是红衣小女孩吧？你在穿？有，好险好险，不是我抽到你的。刚刚眼神的部分，眼神还是眼神跟那个整个状态，披头散发，对，披头散发。有，好棒哦！完成以后级的，以后级的诠释。好的。一个。糖果吗？这个我就会了，这个我会。好 sweet， 因为我是魔术师，太可暖了，魔术师。这样，全忘记小时候好多好玩的东西。它可以组合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还是要这样子，还要在同学脸上这样。几个？你要现在要示范一下？哦，不。可以啊，来，过来。那我们今天算任务都完成，今年的宣传时间。大家好，我是天桥上的魔术师的魔术师。大家好，我是蝶妈孙淑妹。这个戏呢，会带着你，不管你是五六年级生，还是像我们一样是七八年级生，还是九零后的，都会让你透过天桥上魔术师，仿佛走进时光隧道，重新去感受全亚洲最大的商城——中华商场。发生的爱恨情仇，对，我们的动画非常厉害，导演是杨雅哲，然后所有的演员都非常会演，而且我们的还原度，我们场景都很棒，所以大家一定要看，不看真的很可惜。请锁定天桥上的魔术师。